因为多死无益，因为一千已经太多了。你这个特补加强定 B 群加锌，锌是干嘛用的？长高用的啊，你就可以长高啊。还有叶黄素。啊，锌是长高用啊。啊，我不是要长高的时候不是要吃这个锌锭吗？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对啊，所以你吃就可以长高哎。那有 B 一、B 二、B 六、B 十二。太多了，那你就买 B 十二一个就可以了。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各有各的好处啊。那你就买那个综合定，你干嘛买这个 B？ 你就买那个定啊。有啊，刚刚有一个这个啊，这个综合定啊。你看，哇塞，它什么都有啊。这个不是也是综合的？你看 A B C D E K， 啊，这个也有呢。怎么差那么多？我说你如果什么都要，那你就买综合定啊。